five, six, seven, eight. Dance with me in my backyard, boy. Looking super fine in your corduroy. I recall the summer skies. I'd stay up late and I'd fantasize about your deep stare and sun-kissed eyes. It was paradise.Hi, welcome back to my vlog. 现在要去学校啦，我现在要去找我的朋友，在等另外一个朋友载我们一起去学校。等一下我到那里的时候，我再拍给你们看。找我那个朋友载我们去学校，这是我女在等上课，也可能有一个讲座。来听。笑屁呀！笑屁呀！笑屁！我电脑进水了。就是他。Hi, hello。这是我班长。不要乱接。My fingers, I hope that you notice me. They always said that I wouldn't amount to a thing. I can't remember my phone number or sing. Oh, I'll see. Maybe I should ask you out, but I know that you wouldn't. I really love you, but I know that I shouldn't. Pick up my phone, I'm a fool, but you love it. Yeah, 结束了。你现在这个桌子好看，你还是这个桌子？我帮你问看广大的 YouTube 观众，就这样飞哦。Hello， 你看我看到就感谢啊。傻了吧你？大姐，还没有。耶、yeah, ！现在放学了，我们要去吃东西。干嘛？他说头发比较小吧，快点。拜拜。拜拜。你干什么？哎，我跟你讲，我再放一次了，真的。哎呦，七，不要后面给我剪掉它而已，至少要帮我放10秒，瞎的，20秒。我们现在要去吃烤肉。现在我要跟朋友搭 Grab 去学校那里。又是一天的结束，我们现在又要去吃晚餐。什么 ？Hokkien mee。哦 ，Hokkien mee。
一群人。全部跟在我的后面的，我是这里的王。他是导游，导游。又是你。OK， 我们现在吃完晚餐了，又是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拜、yeah.。耶、yeah, ！今天是 day three 的早上，今天有上早课，然后现在我走路去学校，只有早上才能够走路去学校。OK， 我们现在放学了，不是放学了，就是中场休息。我们现在出来吃东西。你不要一直笑我，一直笑。我帮你拍完了。我帮你拍。又是在纠结要吃什么一天。你拍了我。不要在这了你、下雨啊喂嗨今天是上课第四天然后现在我要跟朋友一起坐车去学校到了学校那里我再拍给你们看啦耶、yeah, 这是我今天的 OOTD 哦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拍一个我上课 OOTD 有机会的话耶、yeah, 我到学校勤劳了勤劳的人，懒惰的人，就是在吃东西。带你们参观我的学校，一进来，我学校的名字，然后这里有一个课室，这里就是后面做功课的 area， 还有厕所 ，and 厕所，然后这个就是我平时上课的地方，然后这里就有一个也是做功课的地方，这里也是有一个课室。这里也是有一个课室，应该是开会这样的吧，开会的地方。这个是我平时上课的班。耶、yeah, ，终于可以吃饭了，这已经八点多了，几厉害哦！第一次这样勤劳，就是因为他们。啊、我们赶功课赶到晚上，下雨。现在我们在烦恼，我们要怎样去吃东西？你叫我们那么勤劳吗？班长变勤劳。哎、欸，是什么？体育班。啊、哦，体育班。
算了。你也回家不是？对呀、啊。耶、yeah, ，我要回家。回甘波 ，yes。拜，下个礼拜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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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开车门，赶快开车门。你看这我们班的就是这样怪人，来。啊，车门还没开。哇。OK， 我们现在回各自的家。已经完成了梦想了，我还可以给我做。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记得分享。I got a rose for you. I got a rose for the